姑娘快一点。对不起对不起，我在进入状态，这种妆造你看我现在手一直忍不住。嘿嘿嘿。哎，我觉得张栋梁我看的就也是因为跟你那个本身我对你的印象有一个反差，我觉得很恐怖，因为他本身他那个样子斯文，演这种纠缠的就很确实有一点变态哈。栋梁，多西发展的话很难把每一个事情都做得很好。我想问你到底现在哪条路啊？你想走？你说演员跟歌手？对啊，当然都想走啊。说到你两个你都想要，这个其实真的很难。你的未来艺术生命怎么走，你真的得要做一个明确的决定才行。我想给你个建议啊，就是你想做的事情是两个职业，但你必须得把一个职业先做到特别精，对吧？就比如说你唱成了陈奕迅，你去演电影是有人会为你买单会去看的，或者你演戏演得跟刘德华一样，你再去唱歌也会有人能接纳。恭喜张栋梁、徐若涵组获得考核机会。真的吗？走吧。走吧。加油。谢谢。这一场戏我是一个很痴心的形象，寻求网友们的协助找到离开我的若涵，然后到他的家里等他。挺好的。不错。哎，我觉得张栋梁我看的就也是因为跟你那个本身我对你的印象有一个反差，我觉得很恐怖，因为他本身他那个样子斯文，演这种纠缠的就很确实有一点变态哈。就是你看你抓起来那个椅子就像你抓了一个棍子一样，多方面的原因支持你，好变态哦。给张栋梁，因为我看他，因为你有变态的角色找他，真的他好变态哦。我觉得让他来挑战一下有点意思。嗯，啊，我过了耶。哇，恭喜牛牛。啥？来，要栋梁哥的有谁？啊，栋梁哥的来我们这边看下他有没有感恩心呢。一定要选，我就站在你后边，你不选我就揍他。哈哈哈哈哈！再多两个，三二一，举手。完了，他这个那么暖的人，他不会拒绝别人。你来电影这得看自己啊，这必须看自己。Follow your heart。我们该选女生哦，下面哈是吧？哦，所以选你了。哇！栋梁，这个眉毛是要盖着的还是露出来？大概还有多久？姑娘，快点！对不起，对不起，我在进入状态。这个装扮，然后这一场戏算是我第一次演古装，然后第一次演这种角色，然后第一次在这种情境中，完全都是第一次。这种妆造，你看我现在手一直忍不住。嘿嘿嘿。你觉得在观众眼里你是一个演员吗？我觉得大众对我的一个认知可能就我是歌手啊。接下来要参加面试的是张栋梁。好，欢迎。欢迎。各位老师好，我是张栋梁，出道20年左右，那像现在我这样其实还是有点紧张，就跟大家这样面试也是我人生第一次面试。我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演员，非常感恩就是当时还小的时候拍的第一部戏就有一个角色算是被大家记住吧，就是微笑 Pasta。 哇，好年轻哦。哦，对，但是已经对我动了心，喜欢上我了。然后以前拍过的戏嘛不少，但是其实都是比较偏向偶像剧类型。坦白说我在演员这条路上走的是非常被动的，因为每次我跟大家说，哦，我是歌手，我可以说得很坦然，但是我不会说我是演员。这些年我都一直在等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角色或剧本，
然后等着等着就等到了无限超越班，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契机，那希望自己可以在演员这个身份上有一些突破，希望这个节目离开之后我可以有点底气说我是演员张栋梁。好，哎，我先问问你吧，你演完那几部戏微笑 Pasta 之后后面还有演吗？有，我演了应该有五六部。五六部，然后之后呢隔了多久了没拍戏？我最后一部戏一千个晚安是大概五六年前。五六年前了，那这几年你在干什么？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让自己休息的。对，我其实不是在演完 Pasta 之后消失的啦，而且我自己真的不会定义我是消失，只是可能真的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嘛，你曝光少就是消失。其实这两年我歌手的身份是挺活跃的，就是我有去年我有发唱片，然后我有办，我现在在办巡演，然后我当然也是有上一些综艺节目啊什么的。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你看栋梁跟刚才其实进来所有的艺员的状况都不一样。首先他很享受现在歌手的这个身份，那么我就不太理解，演员你觉得是锦上添花让自己更丰富，还是只是因为你觉得哎，我可以试试演戏？因为网上也有这个说法，就是比如说王心凌已经回归了，张栋梁还远吗？我究竟你享受演员哪部分呢？演员是一个伤害自己很严重的一个行业。我觉得唱歌演戏它都是表演的一种，为什么不能并存呢？其实唱歌可以是一个说故事的歌者，为什么不能把演员这个东西也做好？我可能不能多产，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张栋梁。你以前是偶像剧男主，你的形象是温柔和温暖是吧？应该是说我的歌手身份跟我的演员身份都会让大家觉得啊，他好温柔，他好温暖，但有时候我没有刻意要做这件事情。哇，他真的，我能看他满屏开心，他的牙和嘴型都很开心，就那种月牙型的很好看，所以他就很灿烂很阳光的样子。温柔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我觉得温柔没有不好，而且我也觉得如果我可以再有机会把温柔跟温暖做得再极致一点，我也可以，但是我就不想只有这两件事情。你个人情绪很稳定的人是吧？算是。最近情绪最波动的一次是什么事？应该是录上一个综艺节目吧。你来看，我们在台上我们就是艺人啊，我们经营没错，但是到show开始我们就是艺人啊。我在台上不是老板，我是张栋梁啊，你是何洁啊，谁管我们是不是经营？他们不知道我们经营，他们只是来看我们的show。我有个东西发脾气是吧？也没有，我不会发脾气的。你不发脾气的那就很难当演员啊。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有时候不太理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私底下我就是张栋梁，我其实不用因为我是一个演员，或者是我在培养我是演员这件事情，然后我需要去做一些。我不是说你要发脾气让人家知道你，戏剧都要有一个比较波动啊，哭啊，脾气啊。他没机会接到啊，我有啊，有吗？有时候会演到一些戏份嘛，就是真的很凶，或者是发脾气或什么。我真的去演，然后可能对我来说已经七八分凶了，然后导演都会说，怎么还是这么温柔啊？你看吧，导演觉得这个不是他心目中。可是问题是你想要改变吗？我，对吧？你想要追求一个大家给你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嘛，所以你可能最直接的就从你的装扮。哦，真的吗？我其实因为你的外形给我也是一种很温柔很温顺。跟向左换衣服换点。我发觉有一点是很有趣的，你看他是一个兔年爆肝，
这些人的脾气会不好的，那么肝也是过了，他还是那么好，连爆肝也改变了不了他。我告诉你，就是如果我是 casting 选角，我也不会考虑你歌不歌星的，你来拍我的戏，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机会给你发挥了。为什么？我这个角色，我觉得要他愤怒的，我就要测试你嘛，你能不能做得出来嘛？好，我给你一个考题吧，一直演欲言又止，一直演，你能演出多少个？哦，对啊，分手啊，愤怒啊，欲言又止，一直演。好，然后你随意吧，喜欢像谁演就谁演，你培养一下情绪。走吧。好，谢谢你。我今天值了，我今天值了，跟这么多大师演戏啊、哦，我今天值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啊。我佩服他，我这一刻很佩服他。你要让我这样一个人演过去，我可能马上就要晕倒。这反应感到啊！可以，可以。如果是拍电影，我们在拍演员反应的时候，中间是可能找到你的反应的。你刚刚那个表演是非常难的。你是可爱的，你是温暖的，你是可爱的，你整个的都是特别可爱。栋梁，我觉得你没办法。对对。刚才你虽然面对不同的演员对手，对，但是你展示出来的那个对欲言又止，是总是带着一个温暖的笑意，而不是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对对对对对。对他，你是能不能试一下？比如说是一种恨意的。如果你现在真的很恨我，是那种我背叛你了，你很爱我，你想跟我说分手，但是恨我吗？像个男人一样恨我，啊，那就不像男人了。啊！我伤你心难受吗？不难受吗？难受吗？你说呢？好好，哎呀，对不起。哎，没有，就我想激发他。哎呀，其实还有他的，就是你成功了，差不多了，出来就有了。
我的妈呀！好，蛮好的，对，很好啊。你刚刚前段那个表情很难的嘛，因为没有人跟你对戏没词儿的嘛，没有一个内心的嘛。那你的表情上，并不是完全是温柔的，其实。那你刚刚看到你也有爆炸力的，所以我觉得去拍一个有导演有剧本的戏的时候，你是有那个潜力的，所以先不要怀疑自己。嗯，好。刚才那个爆发力那个表演是非常好。对，你已经进入那个状态，你已经没有在想我是本来的我。这个情绪到了你就发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状态呢就是演员必须要的。谢谢。也挺好的，能演这个微笑的坏蛋，那个很危险的人这个是很有张力的。对，但刚刚看到有看到你有危险的东西，包括刚我给你招手过来，我看到你眼睛里面有危险的东西。作为一个女的，我负责任的说你危险的。好，各位导师要发红卡吗？红卡我们晚些再商量看看吧。好，谢谢大家，我加油。加油。